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课程到信的部分今天我们首先呢，从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去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质量是见相亲。这个经句来研讨。《弟子规》有很多句子它的对比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态度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像这个两个金句，是我们闻过闻怒的态度，但这个却是一生成败的关键了，包含后面泛爱众，道人善，即是善。人知之，欲失眠；扬人恶，即是恶。极之甚，或且住。我们言语的态度都是称赞如来，还是扬人家的恶？这口为祸福之门呢？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习惯是称赞。那可能带动一个学校的风气了。人知之，欲失眠了。那这个学校的风气就是普贤行了。称赞他人，称赞如来。大家有一些教学上宝贵的资料，都会愿意奉献出来。这就是广修供养。我们一起共事办一个活动后面总结经验，都是自我反省，没有指责他人这忏悔业障所以老人家那一句佛法就是生活。不只是不理哦，就是了。哇，那我们能这样去用真心其实普贤行就跟真心相应了。那学校是普贤道场，班级是普贤道场。所以。我们得感受到一个习惯，一个态度它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，首先对自己的受用就很大，延伸到自己的团体、学校，那影响的面呢就大了。那我们看呢，闻过怒，听见别人说我们的过错我们发怒了，生气了，当然这个也实在是人之常情了，一般人难免会这样，因为他的心里。他希望在别人的心里是好的、尊严的。人家提醒他的过错了，他一下子觉得有失他的尊严，有失他的面子了，难免会不舒服上来了。
哦，那听到称赞了就高兴啊，这闻欲乐。那这样的态度啊，会赶来呢，损友来了。不好的朋友啊，越来越多了，因为我们喜欢听好话了，啊，来这个溜须拍马了，啊，那益友去了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益友啊，想到《论语》讲的“益者三友”，啊，有直。啊，这朋友很正直啊，不虚伪啊，正直啊，那就一心为我们好了啊，有量啊，这个量是宽恕，能宽恕别人啊，有多闻啊，他见识很广啊。哦，我们俗话说“听君一席话”，啊，“胜读十年书”，这是有多稳的朋友了。好，那这个"益者三友"，第一个就是正直了。啊，假如正直的朋友劝我们，我们都不接受，那他也不能强求姻缘了。所以益友去了。其实这个时代啊，谁也不想得罪人啊。哦，这个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提醒我们啊，所以我们好的姻缘不能够珍惜啊，往往就是这个面子害的了啊，或者这种自我感受啊起来了，我们就是情绪烦恼做主了。啊，不理智了，不能体会到对方的良苦用心了。啊，你比方说，我们情绪起来了，父母苦口婆心了，我们听不进了。哦，那父母都听不进了。那良师益友也很困难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一个闻欲恐闻过心啊，还得先从哪里练起啊？先从父母劝我们啊，我们要能接受啊。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背礼啊。啊，我们不恭敬。珍惜父母的提醒，啊，我们很尊敬，珍惜别人的劝呢，这有点怪了。好，那能够啊，闻欲恐，哎，听到别人称赞呢。诚惶诚恐啊！哎，这个恐是能够自我反省。哎，我有没有别人讲的这么好？哦，还是只有虚名？哦，但别人看到可能是我们的外向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实际上修行的功夫。那人家称赞也是一片好意啊，但是我们得反观了啊，所以《论语》当中有提到法喻之言能无从乎？啊，这个法喻之言等于是别人很义正言辞的提醒我们啊，这个就。闻过心啊，哦，所以哎，谢谢你的提醒。
但进一步呢，改之为贵。哦，你这个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不是装样子的，哦，是发自真心的，珍惜别人的提醒，不糟蹋，那一定会去把它改过来。啊，假如我们只是当下说"哎呀，谢谢你提醒了"，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啊，那我们就刻意要装能接受别人劝给人家看，那个还是耗名闻利啊。啊，所以修行都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了。啊，所以孔子这些教诲，都很有深意啊，不能学成装样子给人家看，不能学成乡愿这种情况了，所以改之为贵。哎，那我们有没有静下来回想，或者有没有记录下来？哎，曾经父母提醒过我什么？啊，老师，哎，同学、同事提醒过我什么？啊，假如我们现在一回想啊，其实都记不住了，那也代表我们这个受戒的态度啊，还是不够的。哎，啊，其实很多地方啊，我们都会自我勘验的，那训喻之言，能无悦乎？义之为贵。训喻之言是给我们肯定，赞叹。这个是文喻啊，哎，口，所以《论语》提到了能无悦乎啊，人家给我们肯定，当然我们哎很受鼓舞啊，很欢喜啊。但义之为贵啊，这个义呢，就是要寻思思考，哎，我有没有对方讲的这么好？哦，不然人随着人家赞叹呢，可能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高了，很好了，哎，没有反思啊，其实我们还不够名副其实的。那孔子说："义而悦而不义，从而不改。"啊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啊！所以，假如是啊，人家肯定很高兴，但是没有反思啊，自己有没有名副其实然后人家劝谏啊，我们这个接受，但是之后没有去改，那孔子说这样的情况啊，他可能也帮不上忙了。因为啊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态度呢，我们还在自己骗自己了。一个人不突破自己骗自己啊，人家要帮我们不容易啊。比方说，人家劝我们呢，我们自己骗自己啊，会有很多理由啊。借口啊，我们理由借口一出来，人家一看，时机不成熟啊，就不会接着再说了。那从我们要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呢，我们这一生，闻佛法的人呢，
是要了脱生死轮回啊。而老和尚说的啊，修行这一件事啊，就是两件事：知过、改过。那一个人要怎么知过呢？哎，成年人要知过，不太容易哦。啊，因为我们呢，可能习惯了，自己不一定察觉得到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有几关要过啊，有一关是习气使然，浑然不知，啊，我们有那个习气啊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啊，比方自己有傲慢，哎，别人提醒，哎，你有傲慢哦，哎，我有吗？自己没感觉。哎，但是同事都觉得有傲慢了，但是自己确实看不到，那浑然不知。哦，还有一关是不能自欺，哦，就不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啊，不是没看到哦，是不承认，那是自己骗自己了。啊，比方说，哎呀，你脾气小一点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我有生气吗？我有生气吗？哦，那这个就明明自己动气了，还不承认了。好，所以啊，这个孔子有感叹的，啊，这已矣乎！吾未见人见其过。而内自讽者也。哎，这一句话是2500年前孔子的感叹。哦，我们学《论语》啊，哎，一子啊，李炳南老师的教诲来深入。啊，假如有讲要的啊，在211页。这一句的意思啊。是孔子说啊，已矣乎是罢了吧，啊，我未见过啊，有人能够见自己的过失，见其过，而内自讽者也，而在内心人责备自己，未见就是没有见过，就很难见到了。能见自己过，又能悔自己的过，啊，内自讽是责备、忏悔自己的，哎，还没有到改过哦，所以能知过悔过啊，就已经很有善根了。孔子说这样就不容易见到那。啊，我们看212页说到了，松阳讲义啊，天下有一种人呢，全不知自己差了，将差处啊，都认作是处，自己不妥的，他还觉得是很值得啊称赞的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啊，自己呀，男女关系混乱，啊，还觉得自己挺风流的，自己挺有本事的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把差处啊，认作是处了，哦，那是不知自己的过了。哎，那又有一种人呢，明知自己差了。却只管因循牵制，甘于自弃。那等于是我们知道过了，可是
没有下决心去改了，啊，其实不进则退呀，啊，这个过，这个习气啊，就好像生病了，啊，病拖越久越难治，啊，我们的习气过失拖越久啊，也越不好改了，好，那就变成甘于自弃了。因循苟且了，哎呀，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啊，啊，中华儿女难当啊，我们都具足了，真的是此生不将今生度啊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啊？不能糟蹋了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呢，啊，但这个因循牵制啊，这个是最大要突破的问题了，啊，所以了凡先生说到了，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啊，素质不错的人不少，啊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，只为因循二字啊。耽搁一生呢、啊？哦，所以我们这一生要冲出轮回啊，要发大勇猛心啊，立决定志啊，决定要出轮回，决定要把这些习气呀、啊、对治改掉。这些习气不去掉，它一定把我们留在六道轮回之中的。啊，或只在口头说过，啊，就刚刚说的，这个法喻之言能无从乎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有这个毛病啊，但是没有去改了，啊，此事不能内自诵了，啊，就是知道有过，但是不能去自我反思。去下决心改掉了，啊，那知过悔过啊，这么难，原因在哪呢？啊，受三件事情的影响，啊，一呢是为啊气质做主，而不能变化，就养成习惯了。啊，得过且过了，所以古人说，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啊，要把本来不对的改过来，这个气质就转了。啊，一是为物欲牵引啊，而不能割断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呢、啊。啊，财色名利呀、啊，不能慢慢把它放掉啊，那我们就被欲望控制住啊，就很难提升了啊。欲令智迷呀、啊，利令智昏呢、啊，做不了主了啊。一是为习俗陷溺，而不能跳脱。啊，整个风俗啊，外在的大环境影响自己了，啊，那就有可能是随波逐流了，啊，现在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风气了，啊，就是这个手机呀、啊。现在已经溃成风气了，啊，大家坐捷运，啊，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呀，一看大家都在干什么，都在看手机了，哇，那个无形的风气呀，影响还是很厉害，
老和尚多次都说啊，我把手机丢掉了。啊，请问大家这个讲给谁听呢？哦，所以我们刚刚说知过很难了。啊，这里分析了三点呢。啊，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再补充一点呢。哎，我们听经的时候啊，要当做呢老和尚对我讲的，这样容易知过了。我记得啊，这个好多年前了，可能差不多十九年前了。在海口的时候，啊，我在台上讲啊，这个底下有一对夫妻啊，我讲着讲着呢，啊，那个先生呢，就转头看着他太太，啊，他虽然没说话呢，我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了，他那个啊无言之语啊，就是。老师在讲你，啊，结果他太太马上回敬一个眼神，瞪他一眼，可能是你也差不多了啊，哦，这个先生是伸手过去啊，拍拍他太太，才看他太太，然后中间坐着他儿子，哇，火药味十足啊！啊，我在讲台上很怕会不会擦出火花出来。哦，那也常常啊，看到听课的人听听听，哎，眼睛就摆到他先生身上了。啊，再讲讲讲，哎，眼睛摆到他儿子那边去了。啊，假如他刚好全家都来听课啊，就看他。当下不是坐得很安定啊，常常移来移去啊，那不是讲的课都是，他都是关注在讲谁谁谁。好，我回去好好再推一把，再啊，这个乘胜追击是吧？那这个当下听的都是越来越见人过了，那没法修行了。哦，六祖大师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给我们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啊！啊，因为我们见人家过啊，放在心上了，我们就不是真心待人，真心一法不立啊，结果我们见他过就有一法了，而且这个是染污自己的清净心呢。啊，老和尚说：“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啊，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。”哦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知过，听经的时候啊，当机者讲给我听的。看到别人。有什么情况了？拉回来反省自己，那就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。见人恶即内省，这样就容易能够知过改过了。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好。哦，所以，因为有这些因素啊，有过而不能见，不能自送自己的过错。好，那知过不容易啊，那我们要想方法怎么达到知过。啊，刚刚说，听经的时候自己是当机者，啊，见人过的时候。拉回来，
唐金川先生呢，有一段格言呢，很有味道。他提到啊，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啊，病痛就是毛病。盖所误于人，许多病动处，就是我们讨厌别人的这些毛病。若真知反己，能把别人这些毛病拉回自身来，则色色有之，就是或多或少我们有，所以这一段话，哎，为什么拉回来会很有力量？因为我们讨厌他这个习气，可是，一拉回来，哎，我也有，不好意思了。哦，本来很讨厌，你看这个人都这样，哎，我自己也有，那个就不好意思说别人了。哦，而且古人也说了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这个也是不容易。见自己的过啊，所以我们看唐太宗，他求人家劝他，其实舜王就是最好的榜样了。我们后代这些成就功业的皇帝啊，他们的榜样就是尧舜禹汤啊。他们都读尚书啊，都是依这些圣王为榜样。在座应该有舜王的后代哦，尔东城、古月胡，人字旁的父，女字旁的尧，田地的田啊，这些姓都是舜王的后代。大家身上都有舜王的 DNA 呀，是可以发扬光大的，无念而祖啊，欲修厥德，《孝经》说的，念着自己的祖先呢，效法他们的德行，不知道诸位舜王的后代啊，有没有从四书里面找一下舜王的德行？有很多，你把它汇起来啊，常常以此自勉呢、啊，哇，真的能够得日进，过日少啊！尤其舜王，你看孝顺排第一的，哎，他领导也排第一的孔子赞叹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啊！”公己正南面呢。哦，他当皇帝也很会当。好，所以舜王也是强调啊，在朝廷之上你们有什么要直接跟我讲直接提醒我，不要散了会啊，还是要背后讲我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啊。开会的时候啊，要制造一个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、能够讲真话的风气你不要搞得呢，开会的时候没人敢讲话，出了那个门大家都讲话，这样不好。这领导者。会带动整个风气哦，而且要信任呢，我们的心念是信任，感召的就是彼此信任，尤其我们是传统文化的团队呀，我们又不是搞来搞名闻利养的，大家也都是发心来的嘛。
好，那察自己过，自己是当局者，旁观者清，所以我们体会到，旁观者清了，而我们从自身的道业，我们要吃过才能进步了。再来，我们从我们所做的大众的弘法事业，假如没有适时调整不妥的地方，那事情坏了怎么办？所以，其实越位置越高啊，因果越重呢。那当然，希望大家能提醒到问题呀。哦，所以这些我们得冷静想想我们来到这个因缘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啊！哎，这是本分事啊！我们遇上了，不能袖手旁观，哎，进来藏起来，哎，我的初心，但求无过，尽一份力量。哎，但是处在管理的位置了，哎，那希望大家呢多多互念呐，所以很多人很羡慕当领导，我是觉得不好玩我现在干了20年了，都是戴罪立功啊，做错太多事情了。你做错事，事情结束了，他有业呀、啊，事业啊。哎，所以我现在记忆越来越不好了，做错太多事都有业啊，赶快念佛消业障啊！哎，不然现在转头即忘这个都是业力现前的样子，但是不能紧张啊，要更勇猛。扭转乾坤呢、那这个闻欲恐啊，其实我们真正知道啊，名誉啊是福报，名誉是福报哦，所以我感觉我们把道理想通了不要争着要做主管，也不要争着要出名，不好玩啊！大家看我这个想增胖呢，那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瘦，因为没有福报了，福报啊，都因为有名啊折掉了，名不符实啊，这个损福报啊。哦，所以了凡四训有一段话呢，我们真看明白了。你那闻欲恐就不难了。这个名亦福也啊，名是福报。世间享盛名而实不福者，多有其祸，因为他有名了。福报享得太快了，那就没福了，没福业力就会现前了。也有大众问了，哎，某某很出名的人，哎，他现在怎么出状况了？生重病了？其实这个我很有体会的，我们名不符实的情况。真的是会折福报的，那了凡四训又说了，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作发。那我们面对人家批评毁谤
不止不会难接受了，哎，反而逆来顺受了，人家批评的对，我改；人家批评不对，哎，给我送福报来了，甚至于还送到我的后代子孙呢，那也不是坏事了，把这些理想明白了，事事是好事啊。别人侮辱毁谤啊，也不是坏事情。好，哦，那我们看老和尚他负责啊大专佛学讲座总主讲。哎，当时候道安法师邀请老和尚，哎，结果有一次。在讲座期间呢，遇到一位沈先生，他当场啊，在现场啊，给老和尚发难，批评，结果老人家呢，当场给他顶礼，然后老和尚啊就离开了，接受人家这个公然呢批评老和尚。老和尚还给对方顶礼，离开了。哎，后来啊，道安法师了解这个情况了，就对全体的学员问了：那你们希不希望这个净空法师再回来啊？哇，大家全体同意啊。道安法师又把老和尚请回来，继续大专佛学讲座了。哎，老和尚在面对人家的这种批评、毁谤的时候，给我们表演了，还礼敬对方了，给对方顶礼我相信啊，老和尚再次回来啊。这些大学生对老和尚那种恭敬啊，更增加了。那个可能听课的珍惜度更高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一位法师不止讲的精彩啊，人家那个忍辱功修养真是了得好，那我们看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了。我们是他的弟子啊，我们得效法他了。那真的，人家公然批评我们，是坏事吗？你当下能像老和尚这样，那就不是坏事了。同学们学到忍辱了，而且更珍惜跟老和尚学习的缘分了。所以真的是用对心了，就没有坏事了。好，那我们能够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正直。诚实的这些朋友渐相亲了越来越喜欢了，跟我们亲近了其实人生的境缘呢，都是感召自己有闻欲恐闻过心的心呢，就会感召质量是渐相亲了。好，好，那当然这一段呢，是从我们接受别人劝谏的角度，那换另一个角度呢，因为性的部分呢，都跟言语有关。
啊，那还有，我们劝别人，啊，那这个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劝别人呢，别人不能接受，可能有他的因素啊，也有我们可能要商榷的地方。啊，我们假如是劝别人的角色啊，这个劝的效果不好啊，我们还是要反求诸己哦，不然我们又变成，哎，闻过心啊，你看我劝他，他也不高兴，那我们又变成拿经教去要求别人了，要求的念头啊，就是贪哦，会生烦恼哦。哎，好，那这个《弟子规》啊，我们前面探讨过的啊句子，这个“亲有过，见始根；怡无色，柔无声”啊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，就不多讲了。啊，我们的动机是为对方好，不忘这个初心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啊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一段时间劝人有没有符合这一段教诲？因为我们一起探讨过了，假如我们探讨完了，啊，我们劝人的效果还是不好，那代表我们还是没有用上了，啊，用上了。解决问题哦，用上了积功累德哦，没有用上，那我们还是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在处理事情了。这个都只有自己能自我检查，别人帮不上忙。啊，师父领进门啊，修行靠个人。好，那态度是怡无色，柔无声，谏不入，越复谏。那个越是抓时机，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。啊，一讲到时机呀，归过于世事，那个就是一个时机点，你要掌握好。父是有耐性，啊，去护念父母，护念他人，啊，对方不能接受，我们也不埋怨，豪气水，怕无怨。那我们刚刚讲到时机点了，你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指责别人的错误了。那这个就适得其反了。哦，而且我们的同仁真的有错啊，亲戚朋友真的有错啊。我们的动机是为他好，不能让他这样出洋相啊。啊，我们跟大家一起交流了，老和尚。强调的儒家的心法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。其实这君亲师的精神呢，能够提醒我们用真心。哎，我们的心念跟君亲师的精神相应，哎，真心的状态。一不相应了，我们就是随顺烦恼习气了。啊，我们就举这个做之亲，你要把对方当亲人呐、啊，你怎么让他难堪呢？不会啊，而且是高度信任他，就像父母信任我们，我们一点一滴，这个走路啊、说话就进步起来了。
哎，对方工作没有做好，我们那个信任的心没有变。修行就是不能变心呐、要用真心呐、我们还信任他，他做得不好，我们跟他探讨怎么把事做得更好，这个是高度信任，而且不弃不舍，不遗弃对方，这个才是亲人嘛。我们对自己的亲人都是想着怎么帮他呢？怎么会遗弃他呢？当然，你已经提醒他了，他都没有改啊。那这个时候为了警戒他，那告诉他，我们这个门随时开着。但是你没有下功夫去改这一些呀，那一个团体是有规范的。我们随时欢迎你再来。但是你要改正这些地方啊，不然一个团体没有规矩了，大家都来这里放肆了，怎么得了呢？所以没有说传统文化不能辞退员工啊，没有这一条啊。重点是你用什么心境辞退他？你跟他对立起来了，那就跟他结轮回业了。你没有跟他对立，还是为他好。哪怕他现在不能理解，可能他又经过一件事啊，他说："哎呦，我那个老板讲的对呀，我那个领导讲的对了。"有时候你一心为对方啊，对方不一定马上能理解。人不知而不愠啊，不亦君子乎啊！坐之亲，还有不求回报。亲人之间呢，骨肉手足不求回报，可是我们可能会起这些心念我培养你多久了？我在你身上花多少钱了？你讲这种话呢，会伤到人家的自尊。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用真心啊？不是的，其实我们自己不是真心的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不对呢？我们得正己呀，而且是正己而不求于人，不要求苛求别人，人家才不会怨我们啊。我们自己顺着脾气讲话了。自己不对了，那还在指责对方，你说对方能服气吗？人心呢，是互相交感。我们一提出来，我培养你很多年了，你向对方会起什么念头？我干了那么多活啊！互相交感了。假如你付出很多，你只字不提，对方错了你还包容，你厚道啊，要感得对方，哎呀，自己升起了，哎呀，这领导对我太好了，我还给他添乱了，我太不应该了，这种心念是对方很自然良心提起来。而不是我们要求出来的，苛责出来的。所以君亲师这三个精神呢，真的是我们的护身符啊。我们对照对照那个精神呢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我们还跟这三个精神有很长的距离啊。我们。提升自己时间都不够了，不能净挑别人有问题了。君以身作则。
哦，我一提到以身作则，我就很心虚了。哦，还有好多地方都做不好了。使命感，大公无私，纳谏，能接受劝谏，知人善任。一个领导者，你用对人，大家服气了，向心力都来了，你用错一个人，大家无奈了，做之君呐，重要啊，做之亲，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点，高度信任，提醒自己在任何时候啊。都不怀疑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再来不弃不舍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呀，不舍弃任何人。再来不求回报。这个才是符合啊，行菩萨道哦。行菩萨道，三轮体空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。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失之物。哪有我们送了人家东西或者这个付出了，我们都还记在心上？那这是有求的心呢。我遇过一个企业家，很难得啊。他这个转念的功夫很好啊。他做餐饮业的，做得很成功啊。他本来是歌星呢，这歌星唱得非常好啊。如日中天呢，最后他退了。他说："这个演艺圈变了，好多潜规则出来了。"那些部分呢，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了，他退了。做饭店，结果发展得很好啊，他很用心啊，他20多年前办餐饮啊，他就知道要。有企业文化，这个是真的把员工当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护教导啊，不然怎么想说要去弄一个企业文化呢？我们呢？我啦，我是从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人啊，受到那个都市的，哇！名利呀，大家都很努力在追求啊，不是我一学佛了，一下子全部都是意义，没有利的心呐，还是会啊，找人来干什么？帮我做业绩出来啊，那这样就是利了，不是义了，到我们团体来，我们能够重义，把它培养好，这才是。义呀，只是看到人就看到这个，一个，一个，只是一个干活的这个工具而已了，这样不妥当的。我们是弘法团体呀，任何人来义工来。我们都是用法供养他，希望他在这个因缘当中，修学能得力呀，那这个企业家，他当初说招这些员工都十几岁而已，还没20岁了，跑到大都市来工作了，结果都叫他妈妈，那他这样培养培养，结果有一阵子啊，
哇，人家都以啊很高的薪水啊挖他的人，啊，他当时觉得啊，我的这个天都快塌掉了啊，怎么过没几天啊，某个重要主管被挖走了，在那睡不着觉啊，翻了翻，突然转了一个念头，他说：“人家来挖我的人呢，代表我的人带得好啊。”哦，代表我教育的成功啊，没关系啊，为天下所用。哎，这一念转过来，他本来痛苦的要死啊，哎，很欢喜的。哦，所以这个佛门说，转念呢，真是很有味道啊，烦恼即菩提呀。那后来他收掉了。他的员工在这个领域发展了没几年的时间，哎，跑回来找他，都当老板了，因为他教育的好啊，所以，哎，他们自己去发展之后，很快自己创业了，或者很快就升到很高的级别了。是真正用心带呀，而且那个付出没有求回报啊。好，这个是做之轻。师父这些法要对我们修学真的是很有帮助啊。好，无心非。名为错，有心非名为恶。这个不是故意做错的，称为过错。这个明知故犯，或者是处心积虑，就是有心非了，那这个就名为罪恶了。那过能改归于无，常掩饰真于孤。不小心犯了过错啊，勇于改正，那过就会越来越少，见归于无过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呢。好，那如果故意掩盖过错，那反而又增加了一项掩饰过错的罪恶了。好，那这个无心非名为过。我们虽然是无心的，比方说不小心踩到了昆虫但是我们呢，也经历这些事之后经一事长一智，以后举步常看虫蚁，那这样我们对于无心的非我们的警觉性会很高，不再犯同样的问题。比方我们在团体里面生活，不小心动作太大了，那个门哐，自己不是故意的，可是很有可能呢，那个睡眠比较浅的同学被吵醒了，结果他一夜没睡了，睡不着了。好不容易睡着，哇，被我们给吵醒了。可能隔天还有很重要的工作，那他不会很，不是就落入很辛苦了，很痛苦了。
那这样发生过一次了，那自己的要轻手轻脚了，啊，不能再犯同样的这个问题好，那有心非呀，名为恶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啊，不能自欺呀，要很真实面对自己。我们做任何事情啊，这个念头不能夹杂私心，这也是有心非了，不能夹杂嫉妒的心，不能夹杂这些习气呀，我们真的希望自己能得日进，过日少啊，对自己的这些念头啊，关心为要啊，不能让它偏了。不然可能就越陷越深而在自己的习气当中啊，无法自拔了。那过能改呀，归于无了。那我们不可能呢，没有过，但是能勇于改过，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所以《论语》当中有提到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君子的过错啊，就好像日食月食这样，那日食月食很明显呢，那这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，过也人皆见之，君子的过错展现出来了，人家都看到了。根也能把它改正，更正过来了，人皆仰之，还是很敬重他，敬仰他。所以，假如我们有过错，别人知道了，我们不要好像闷闷不乐啊，那其实那个变成好面子了，要过。我坦然面对，我期许自己后不再造，很用心的把它改过来了。俗话说的，浪子回头啊，金不换了。所以人家看到那个猛然醒悟改过的人啊，都是竖起大拇指了，金不换了。那我们都是成年了，接触传统文化，接触佛法，我们还没接触以前，也有一些习染了。我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啊。假如我们能真正好好去改过啊，那我们这些过失啊、习气啊，一转变成供养别人的资粮。所以也不是坏事哦，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做错的事也不是坏事哦。我们一觉醒过来了，人家感觉，哎呀，某某人都能改呀，哇，那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就给人家信心了。不要懊丧在以前曾经的错误要惭愧奋发，奋发图强。奋发改过。
哎，有这种惭愧、奋发、改过的心呢，哎，上天会加持，佛菩萨会加持。啊，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榜样，啊，我不知道现在教科书有没有改掉，周楚除三害啊，他生活在当地啊，当地人都说有三害啊，一是猛虎，一是蛟龙，再来就是他，他帮人民除害了，他的这种惭愧心提起来了，你看。被记在历史当中啊，这东晋的人呢，耕也，人皆仰之啊，当前跟后世的人都很敬佩他了。那我们这几句呀，感受到知过改过的重要。榜样呢？指路指路在修学方面啊，很多我们的学处指路无数怒啊，这很讲信用的人包含指路，指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又闻。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啊，他那个力行的态度非常强啊，我要好好把它做到啊，我不要求啊，要听很多道理啊，我要把它做到，孟子提到子路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。别人提出他的过失啊，他很欢喜。别人来帮我大禹是闻善言而拜，听到人家好的教诲啊，他礼拜，感谢。我们以这些古圣先贤呢，为榜样来效法。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呢，讲了不少老和尚的故事因为他是我们最近的、最亲的老师了，我们得观察他如何落实经教，我们观察到了，进而效法他老人家了，我们看下一个单元。泛爱众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在。这前面两句，泛爱众，广泛爱一切大众。假如我们是学佛的，那这个众可以延伸到众生呢。孟子也说“亲亲而仁民”，从亲爱自己的父母啊，延伸到亲爱人民，仁民而爱物，从亲爱人延伸到爱一切的生命，因为这些生命，这些众生呢，他们也有知觉啊。你伤害他，他很痛苦啊。那蚂蚁也贪生怕死啊。他们也有他们的伦理啊。你把他们拆散了，他们也很痛苦啊。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那穿山甲，人。把它拿来吃了，结果烤一个穿山甲，怎么烤呢？它的身体都是紧缩着的，烤到身体都烧起来了，它
还是紧缩着身体，拉都拉不开。哦，后来这个在烧的人放弃了，就把它放在一边。哎，结果这一只穿山甲才打开呀，因为它抱着自己的孩子，你看它身体都坐起来了。你说一般早没命了，你看那一念母爱呀，他那一口气一直撑到全身烧起来了，他还撑着了。后来一放啊，他就整个张开了，他的孩子就跑掉了，救了他的小孩了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些事例啊，那动物也有它的伦理啊，我们怎么忍心去拆它们？哦，所以因果经里面提到了，我们打鸟啊，会赶来什么？赶来自己家庭啊，离散了。你一打人家母亲，这个子在巢中盼母归，你把人家母亲杀害了，那他的孩子没人养，甚至都死了，那怎么可能我们不会赶来果报呢？哦，所以这个标题啊，其实对于我们，不管是学儒的，儒家《论语》这个仁爱的仁字提了100多次啊，学儒的核心呢，仁爱心啊，那佛门是慈悲为本呢。好，那好，凡是人，这不论他是什么人呢，皆需爱，我们都要爱护，不要伤害他，因为他们都是别人的子女，别人的家人，你欺负他，他全家人都难过。己所不欲啊，勿施于人。其实，一个人很珍惜自己的伦理，啊，你很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你不忍心去伤害别他也有父母啊。哦，你看我们到人家家里面，啊，像我到朋友家，他介绍，哎，这个是我姐姐，啊，我马上就恭敬心就起来了，哎，我有姐姐啊。所以《孝经》说的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教以忠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。因为我们会从自身再延伸开来啊，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，也要尊敬别人的父母、兄弟了。那首先呢，是以天地来让我们效法。人都是受天地的化育，也是天地的小孩了，我们不能呢伤害。我们刚刚前面讲了，民辅其实《三字经》说：“三才者，天地人。”那我们并列三才哦，我们要民辅其实啊。不然，这个我们常常念，人是万物之灵啊！我们假如再去伤害万物了，哇，那我们这个福报折的就厉害了。
要学天地一般的博爱。啊，因为天覆盖着万物，来滋润万物啊！啊，你看上天下雨，公平的下下来了。哎，吸收的不一样，那是每个植物它自己的根啊，它的深度广度不同啊。这个不是说上天有私心啊，是天同覆啊，地同在。啊，地承载着万物，生长万物。啊，天表父亲啊，地表母亲啊。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是父母的爱啊，父母的护佑、养育啊，我们才成长起来好，所以我们学啊，天无私覆。地无私在，啊，日月无私照，哎，五十三参，为什么大乘佛法在我们东土这么兴盛？因为我们的祖先啊，5000年甚至更久啊，不止以人为师啊，还以天地万物为师了。啊，所以64卦都是天地的象，我们都拿来启发自己，啊，拿来领悟人生的道理。哎，这是我们呢要效法我们祖先的地方哦。祖先都是53参，三才童子，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学习啊。啊，性高者名志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品性高尚的人呢，他的名声自然高。啊，那个不是求来的，自然感召来的。啊，人所重，非貌高，人们。敬重他的德行，并不是他的外貌啊，是否出众啊？所以德行啊，赢得人家长久的尊重啊，长得很好看呢，很难赢得人家长久的尊重啊。可能一开始人家看了，哦，哇，这个人长得挺好看的。啊，有升起呀、好感哈、就，但是呢，一跟我们一交谈、一相处，哇，见光死，撑不了3天啊，人家说啊，我看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啊，哦，所以好看撑不了几天，甚至于这个好看，最后人家说，哎呀，长那么好看。但是哈、哦，这个人家可能更反感了。好、哦，你看，怎么长那么好看，心狠手辣是吧？心肠不好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重要的还是德行。所以，这个不要去羡慕人家的外貌啊！财大者旺志大，才能大的人呢，身旺自然大啊！人所福非言大，人们所信服的啊，是他的真才实学啊！非言大是。并不是只会发表言论的，啊，并不是只是说大话而已的。其实你说容貌能撑多久？口才好，会讲大话，又能撑多久？那日久就见人心了，啊，那气球吹得再好啊，它会破啊，
哦，跟你到时候破了就一文不值了，啊，被人看破了，你信用就扫地了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啊，我们闽南话说的，叫跨破卡丘啊。哦，我现在念闽南语哈，嘴巴肌肉不算很顺畅。啊，代表平常讲的机会太少，啊，诸位同胞啊，有时候我来几句啊，我是不忘这个母语哦，而且老和尚说汉文化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啊，这些我们这些地区要团结起来啊，把汉文化发扬光大。啊，凡是人皆需爱啊，要照亮全世界的心田。啊，现在都功利主义、享乐主义为主导了，所以中华文明要放光啊！哎，全世界接受中华文化机缘最好的。就是台湾同胞了，这个你们承认吧？好，你们承认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啊。接受的中华文化教育最好，代表怎么样？你要奉献的更多，不然是有罪过哎，老和尚说的。你把你学的东西没有拿来利益人呢、啊，埋到棺材里啊，罪过罪过啊！哦，而且啊，这个老和尚都说啊，你要复兴文化呢，这10年是关键呐、啊，不然一些年纪长啊，还对文化下功夫很深的，到时候他们走了又没有传下来，你看多可惜啊！所以，台湾应该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火车头才对呀、这是责无旁贷的。啊、当然我没逼你们哦，哎，我还是从我做起啊、台湾那么多学有专精的，啊，你可能唐诗他专攻的。尚书他专攻的，他假如能用第二国语言，他会英文，他把他专精的用英文讲出来，他懂日文，他把他专精的用日文讲出来，他懂越南文，他用越南文把它讲出来，这样这些专家所积累一生的瑰宝啊。都是汉学，中华文明就可以散出去了。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，机不可失啊，时不再来哦，那啊，人幸福的是真才实学的。不是口才，口才撑不了太久。啊，当然，有真正的才能的人呢，不会夸耀自己的才能。啊，这个我们要会判断啊，有真才者必不精才。啊，他不会去精夸自己的才能。有实学者。必不夸学，这些句子都教我们判断人，不然你判断错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给了一个精夸之人呢，那个事就黄掉了。所以任何时候不能激动，要冷静判断，尤其用人啊，现在该冷静的。
时间点了，太多了。现在诈骗集团好多啊，你一慌啊，可能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我们平常要有定力啊，阿弥陀佛，常常念啊，一看到什么讯息了，先别紧张，别慌张啊，先定下心来，搞清楚状况啊。我最近身边的人呢，就发生好几起诈骗事件了，幸好都没有被骗，他们都有在念阿弥陀佛，哦，都冷静下来一确认，都骗人了。哎，我们的孩子啊，以后面对的社会啊，不简单，不简单身体会有病毒啊，精神现在也有病毒啊，有很多染污啊，有很多社会当中这些污染、诱惑，甚至是这些诈骗的事情。啊，他整个精神呢，如何能够不被染污？这个都要从小教啊，他要有定力啊，他要有判断力啊，他懂得非圣书秉勿视，必聪明坏心智，是非善恶邪正厉害，他会判断。好，我们为孩子一生着想啊，他们以后面对的人生比我们考验还多啊。我们现在身教言教啊，要使出浑身解数啊，以后啊，他们会一辈子感谢我们的。哦，就像我刚刚举的，哎，他是做老板的人，他真的把员工当子女了。现在员工个个有成就，都感谢他，这个叫积德好啊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